3月19号上午9时28分，满载着41车货物的中欧班列历时16天从白俄罗斯抵达江西南昌。与此同时，满载着46车货物的南昌至白俄罗斯中欧班列发车。16天后，该专列将到达白俄罗斯明斯克站，这标志着中欧班列南昌至白俄罗斯实现双向对发，这也是江西首条点对点中欧双向班列。